大使。我很高兴能够代表这两个合唱团在这边，能够来演出。我们今天要表演的节目有两首德文歌，然后有两首是台湾的歌。那我们台湾合唱团呢，花很多时间学了德文的新年的歌。那这个维也纳的和德林的合唱团也花了很多时间来学我们的台语的歌，所以我们这个今天一定是很有意思的。好，那我们就用接下来的三首歌跟大家祝新年快乐。